大家好，又是 Lily 啊。今天我一间君临天下可以看到开阳海原市景的优质三房露台租盘单位，想同你哋推介。记住登入我的 YouTube 频道 Lily Chum 沈厚利，按订阅 Subscribe， 然后按钟仔，那你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了。今天要同大家推介这个单位呢，正处于君临天下的二座中层 F 室，实用面积1053平方尺，它是三房套连埋工人套房的间隔，还附设有露台，整体成间屋非常之通爽光猛，同埋是很有空间感的。事不宜迟，同大家看看这间保养新净还连埋车位一起租给你的优质三房租盘单位啦。今天要同大家介绍这个优质的三房露台圆景单位，一层是有6伙，附设有3个升降机的，而它自成一角在这里，我们一起入来看看。入到嚟，首先经过呢个玄关位，左边就是厨房，右边就是工人套房的位置。最后同大家介绍，睇咗呢个长形客厅先啦，大概是260平方尺，宽度分别是11.6尺，长度是22.3尺。喺呢度望出去咧，可以睇到极开洋嘅景致，你会睇到咧部分嘅南巴勒海峡、九龙站上盖贵重物业。望翻落去，你亦都可以睇到咧部分嘅狮子山景，同埋下面咧极有层次嘅九龙站上盖公园景，景观咧系变化多端，非常之舒服噶。而企喺呢个露台度咧，亦都好好风，喺度咧晒下嘢啊，或者咧食饱饭吹下风睇风景都几唔错噶。呢间屋楼底高度系有9.1尺，采光度系非常之高。整体成间屋咧都系非常之方正好用，摆位咧唔需要伤脑筋噶。睇睇近厅呢间房啊，样貌系65.4平方尺，非常之市正咧。整体成间屋咧望出去都系睇同一个海原市景，非常之幽静舒服。呢间屋咧主要都系向北，所以咧唔会有太多嘅阳光入屋。怕晒的你咧，这个选择是挺不错的。这里就算放了张双人床之余，亦都有位置放大衣柜和书台，房间是极为之阔落的。再来我们看看第二个房间，这间房间相对地比较大，样貌是68.2平方尺，而窗台位亦都可以完全善用。如果有双人床的话，你亦都可以行张床上到窗台位这里，令到房间可用的空间咧系更加之提升噶。你睇下呢度啊，就算放一张大书台、大嘅衣柜、收纳柜，甚至放埋梳妆台，都绝对充裕噶。再嚟，我哋睇睇隔篱呢个主人套房啊，未计浴室位都接近成150平方尺，两边亦都有窗口嘅位置，唔开冷气嘅时候开咗佢哋咧，亦都好扯风噶。呢间房嘅窗台位咧，亦都系好阔落，你亦都可以加啲软垫喺度咧，完全地善用。整体呢个房咧咁巨型啊，绝对俾你做到三边甚至咧四边落床嘅效果，放埋床头柜啦、地灯、梳妆台，甚至冷气口下面咧做一个订做嘅大衣柜、收纳柜咧，放晒你1年4季嘅衣物都绝对冇问题噶。浴室保养都是保留发展商原有的装修间隔，淋浴和浸浴的设备都是有齐，最重要是有窗的。整体成间屋我们都行匀了一大个圈，你都是看到非常之光猛和多窗的。而客厕的位置亦都不需要置疑，里面都是有淋浴的空间和有窗的。出翻嚟，我哋由另一个角度睇翻呢个客饭厅啊，你会见到咧，真系非常之阔落同埋光猛。你甚至放咗啲大嘅吊灯咧，都完全冇压迫嘅感觉。整体全间屋嘅墙身、地板保养咧，都系极为之新净，真系可以话咧，系一个一拎锁匙入嚟就住得嘅优质笋租盘嚟噶。工人套房嘅位置咧，亦都系保养新净。未计浴室位都接近成35平方尺，最重要里面咧，仲要系有埋冷气机添。浴室嘅位置保养咧，亦都系好干爽，里面同样都系有窗噶。呢间房咁巨型咧，绝对容纳到2个工人姐姐之余咧，做埋收纳柜俾佢噶。
再来我们看看这个 U 型厨房，收纳位置和工作台位也都是很充裕的，这里最重要还有一个大的气窗，就算两三个人在这里一起煮饭都不会觉得很焗热或者有逼仄的情况。而工作台位这么阔落，你想放多些家电好像榨汁机、饭煲都绝对没问题的。这种保养极为之新净的优质三房露台远景租盘单位，市场放盘相信很快就会一闪即逝的，最难得它是连车位一起租给你。有兴趣的话欢迎随时联络我 Lily 约睇啦，不要等租了先打给我啦。多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